方送礼，晒恩爱，情男耍浪漫，来宾好心动。我的老婆怀孕的时候，买送给她一个777个玫瑰花。可是你花了多少钱啊？这777朵玫瑰花？10万台币。10万。So romantic. Yeah. He's already married. 一定要锁定今天晚上11点，就在东森综合32频道二分之一强。